佩晨在亲友的协办下，于24日圆满完成追思音乐会。遗孀王童则在2天后敬业上供，参与戏剧杀青拍摄。同剧演员谢家健日前接受专访透露，大家都很心疼王童，因为他真的不容易，要自己一个人面对这么大的事。谈起这几天工作和吃饭的状况，谢家健则透露，他在大家面前很开心、很正常，不会把情绪透露出来。该工作就会工作，只是身材瘦超多，吃饭都吃不多。但目前都有亲人陪在他身边，谢家健认为可能还是需要点时间。而谢家健最近晒出的照片可以看见，站在最左边的王童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笑容。面对挚爱离开人间强工作，实在是让人好心疼啊。